碰到不该碰的地方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起床晚了，牙也没刷，我就去上班了。到了公司，我也不愿跟人交流，我就去买了盒口香糖，没事我就嚼一个。结果晚上回家，一上地铁，我就遇到了我的同事小莹。中途我把口香糖吐了出来，但是好像掉地上了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当时也没太在意。可就在他要下车时，发现那个口香糖沾他身上了。我就一直跟着他走，我几次试图把那个口香糖摘掉，但是都没成功。我就这样跟了他一路，最后我决定放手一搏，但他却突然停住了。我正想跟他解释，结果